像旁边自助，没自助，足够自助了。那个我好想把那个东东方招牌，呵，我好去自助一个。伊真正个豪宅，啊，个用样品屋，真正个是演出一个嘛，赚一个台。嘿，嘿，你那个谁急？嘛也不是啦，他们因为有些法律，他们没有办法这样汇钱。像外国人这样汇钱，像这种洗钱方式吧。嗯。你大笔金了，就麻烦你的提交那个币呗，因为他直接是拿现金。